通讯局认为蔡俊威的言论煽动对警队的仇视。节目那里是发表他的个人意见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清楚是自言论自由的范畴来的。如果之后老师都是散播这些这样的言论，会被人质疑，想给一些机会给其他的朋友。其实我想包庇谁，包庇谁，实在我明知中坏谁，中坏谁。邓炳强他是昨天致函给香港教育大学，是他漠视了教大作为一间大学的院校自主和学术自由。教大都是领政府公帑，如果是政府就这件事或者教育局就这件事出声的话，可不可以？其实我想包庇谁，包庇谁，实在我明知中坏谁，中坏谁。刚才说你说这些老师就是社交平台，就是个人社交平台发表这些言论，就是学生看不到，就是老师就可以这样做呢？你认为老师在其他身份里头，他在 Facebook 里头所发表的一些的个人意见的一些的信息的话呢，我们是看到他是对学生，他根本是接触不到学生。我想包庇谁，包庇谁，我这位帮凶有乐趣。